国际乡的这个甘蔗类水果因为欠水造成的落果真严重，收损率达到两成以上，已经达到补助的标准。农林署嘛在六月七号公告补助的办法，呼吁有需要的农民赶紧去公所登记。啊，无啊，这种无补给箱，不是先做安尼。哎呀，哎呀。原本应该真济果子的柳丁丛，即马剩无几粒。村内大部分嘛拢已经拍着伤，受进前空旱影响，高坑乡内水果落果严重，真侪果子树甚至连根部拢已经打起。这柑橘类吼，也算讲千斤啦，千斤啊，啊你啊拍着迄斤就拢，我看迄看蛮拢是。因为今年的柑橘类水果整体受损率已经有两成以上，所以农委会嘛已经伫六月七号公告相关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，一公顷的补助7万元。希望农民，阮一个月吼，到七号哦，啊甲后个月七号吼，吼啊拢总吼，都一个月要申请补助。辛苦一年的成果，因为天气拢乌有去，好农民真无奈。乡公所嘛要进一步来呼吁，有符合资格的农民赶紧来申请，保障家己的权益。